好，下面上场的是意大利选手伯顿和霍塔列克，他们是今年意大利的全国双人滑冠军。自由滑音乐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。Thank you.
年意大利的全国双人滑冠军伯顿和霍塔列克。这条节目还是有些小问题的，但是跟他今年这个赛季比的欧锦赛还有大奖赛俄罗斯站来看呢，相差不太多。他们的开场第一个连跳还是很不错的，三七二七二这样的连跳在双人滑项目上能做到这个地步很少见，一般都是三接二。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单跳萨霍夫三周的时候，一会儿回放中要看一下女伴完成的周数，还有就是第二个抛跳后外结环三周落冰有一些双足。比他们前不久的欧锦赛还是好一点的，欧锦赛还摔了一次。后外点冰三周，接后外点冰两周，再接后外点冰两周。这个动作女选手做的是一个两周，萨霍夫两周跳，所以呢，就算男的做的是三周，最后也是按两周算。这个动作如果是三周4.2，两周的话只有1.4。这是萨霍夫三周的抛跳，扶足搭了一下冰。后外结环三周跳落冰质量比前一个还要差一点，他们的螺旋线用的是前内螺旋线，前内要比前外简单一点，因为螺旋线这个动作前内和后内分值都要比前外后外低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，技术分52.60，节目内容分46.92，99.52分。两套节目的总分是157.15。现在看到了。